一完美，哎，刚刚断线了，一完美就断了一下了。有没有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喂，这叫什么？完美断线。莫名其妙，哎，刚刚真的完美，一完美的那一刻那一秒，突然间就断线了，也太巴西了吧！嗯，断线个十秒，他重新连就连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断线吗？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戴上眼镜了。我刚刚就说那是我一个很爆炸的实力，所以平常不常这样子使用，所以刚刚伺服器有点不稳。尽量还是不要用这一招啦，真的，不然到时候整个弄坏这个世界就不太好了。毕竟那是我的第七感，我的小宇宙的能力，通常不太常使用的。好啦，我有两个哦，戴眼镜的是谁？不是你啊，修罗的助手。嗯。好好好，洛丽巴说，真的很有特色。行くぞ、オープンコンバット。オープンコンバット。カードを引くぞ。抽卡。俺の先攻だな。先攻不好还得意什么？来一点大的哦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。暴风卡，破坏一张。先来一张大的，再一个大的，然后不破坏他的，破坏。哇！镜子它只会有一张，但以防万一，我们先破坏他一张卡，三点而已。两倍，赢，输的，唉 ，easy easy， 当然是追加奖金啊 ！Open combat，Open combat， 哎呦，力量暴风，抽卡，哎，干嘛？哦，一点，哦，好险。哎，小菜皮吧，嗯，一点那个可以的，各种 clear， 哦，又是我比他高，来，我的手牌很大哦，不要破坏呢，破坏一下好了 ，clear， 这边青铜点呢，小朋友，先来个小的。哎，哎呦，可丽尔，我应该是赢了啦！破坏他一张，他只剩两张卡，他超可怜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出个五就赢了。简单。LV 六喽，赚大钱了。Open combat。手牌看一下哦，カードを引くぞ。比较普通。時坂からだな。火力増強。What？ 那一张卡等于是六点，六点值得打掉。好，贴近的。我好怕他有镜子哦，我们先来个大的。ボルト。哎。复原！不要！没事，稳住！哎，屁嘞！我的两倍卡，人平是数字了，哇！哦，真的是超经典的，他这一张卡就四点，一点之差获胜。哇！
是不是？哼，跟我拼卡！我这个实力非凡啊！虽然嘴巴上这样讲，我们还是要储存再比下一场。我怕怕，有龙门的钱钱已经有破万了，最后一个了，玩完这个就可以准备休息了。好惊险哦！刚刚力量卡竟然被他给弄了。然后力量卡它这个很两极，因为它是整个加 double 很强。可是如果你用完力量的下一瞬间，对方如果出镜子，你就会崩溃，那就是反过来。哇，是欠，感觉这么强，工作的一环。哇，有眼无珠。他根本就只是爱玩吧，借口一堆。では始めましょう。哎，我们赢过他，三回战赢了他，就等于是坏坏咪咪的喝杯一场。そちらの先行ですね。有，我们有两张镜子。ボルトです。复原。これはどうでしょう？干什么啊，小朋友哎。一张镜子没了，没关系，我要破坏它，生气气。やりますね。这一张五点还不错哦，先来个大的。クリア。哎，这边クリア。来一张。参りました。哎，这样就赢了。乾杯です。Easy， 简单。では始めましょう。我还没出我的力量呢。哦，又是两张镜子哦。ドローですね。こちらの先行ですね。赶快早点变大，然后直接来个力量。困りましたね。秒杀他。ボルトです。復原。強化します。他这样太坏了。嘿，嘿嘿嘿嘿嘿嘿。最后一局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。又一张啊，这次特殊卡不多，只有一张镜子。那一定是持续的保留。強化します。这么早就进行强化，不过这还好，觉得先拉着打，把小卡出掉，接着他身上就是大卡之多，やりますね。然后一个漂亮的破坏，那居然就四点，要可惜一点，大卡再搭一个。再来一个，哇！小 case， 这是对手啊？怎么那么简单啊？这是简单游戏吗？啊！叫你们的 boss 出来好吗？啊，简单赚钱啊，一夜致富啊！哎，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多少了？10000块台币。可以换什么？黎恩布哦，还没有过。不过我觉得先慢慢存，存20000代币。不过，哎，这个金是谁啊？就感觉要买哦。你看，代币永远不嫌少啊，就要很多很多啊，永远不嫌多啊，是不是？反正这些布我都是要有的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。我说可恶，让小小那么嚣张，这也没办法，因为这就是实力。八七八七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的东京幻都差不多玩到这边啦。下个礼拜三同一时间也别忘了继续收看东京幻都喽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早点休息啦，各位，大家晚安。
拜拜。